呢度有啲照片房，而且還有好多的藝術方面有少少改變，但係最大限度咧就司法嗰方面少咗，百幾幅畫係兩種三種嘅書。同埋美術會嘅同仁能夠提供呢個平台俾啲同學，等佢哋有一個目標去展示佢哋努力嘅成果，咁亦都讓呢個老師同學生一齊可以互相多學習。咁有啲同學咧學咗兩三年嘅楷書，寫得都相當好啦。咁啊有學隸書，隸書又學咗兩三年啊。咁咧，而家咧就開始咧，第一我教佢咧係行楷，即係叫小行。是的，今天这回呢，你看琳琅满目，油画、素描，什么水彩啊，各画都有。希望呢一年比一年兴旺。好了，谢谢。祝大家勤力啲啦。咁專業會長，教咗呢班學生咧，短短都係兩年時間，咁而佢哋咧就係一啲比較成熟嘅人士啊，年紀方面比較成熟少少。咁大部分咧都係未接觸過咩叫做水墨畫，咩叫國畫，毛筆你點樣用都唔知嘅。咁啊喺一個咁短嘅時間裏邊，佢能夠有啲咁嘅作品，我都覺得好驕傲。有志不在年高，即係唔需要話你自己年紀大啦。我因為英文詩有一句嘢咧，就叫做 Get the heroes but why you me？ 咁啊，個意思又係話你要珍惜你嗰個時間，要把握你嘅時間。你年青嘅時候咧，你就要學好啲嘢。提供咁好嘅平台俾同學，大家呢個交流學習，呢個係非常好嘅事情。咁咧，我又冇咩好講，我只因為一句話：你最緊要有興趣，有興趣咧就咩勤有功，同埋咧熟能生巧。桃李春風，由大一屆我參與工作，至到今年大得十一屆啦。我希望好多年輕人要幫美術會做義工。我之後咧，我咧最後一堂咧就每人要畫多一幅。佢會打電話俾佢個仔，話俾佢仔聽啊，仔啊，我真係得咗啊，識得學咧。就每一位同學到出年嘅話咧就更進一步。同埋咧，多謝各位老師放咁多時間俾啲同學，等佢哋咧對畫畫咧每一年每一年嘅興趣咧都增加。多謝各位。非常榮幸可以參加今年嘅台中風畫展，同埋好幸運可以跟我老師我多謝老師咧，即係好即係專心教導我哋啦。咁就我都好榮幸能夠做。我哋畫畫嘅題材咧，好多時咧都係揀時令嘅，同好似藍鳥 Blue Jay 打baseball 佢會贏咗咧，咁我就畫，不如我畫個 Blue Jay 啦。咁咧到冬天嘅時候咧，繪畫天分高梗係好啦，但天分高啊萬中無一，係嘛？主要咧勤奮可以保存，就係咁樣啦。咁俾我哋有一個平台，可以讓我哋啲咁有興趣畫畫嘅人咧，可以係有機會去學習到各位高手嘅畫技啦，同埋很多時候就是我自己不敢去挑戰嘅東西，在吳老師的幫助下，能夠更好的去完成。那我覺得你是非常有一幅咧，就係山水嚟嘅。咁咧就咧又有兩幅山水嚟嘅，係你嗰個浪咁點打嚟咧？你要跟翻嗰個有個軌跡噶嘛？你要點打？咁佢一初咧就好似倒轉頭咁，所以我話嗌佢你唔可以咁做，咁啊拉尾咧佢改咗。